非常高兴其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锡良和20中国公民致意致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June 20, 中国人国庆快乐. Happy National Day to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. 谢谢大家.